网上看到了一个这个视频，觉得挺有意思。它应该是一个小吃，但是在我们本地是没有看到过的。这家开在大秀场旁的烤鸡蛋被称为黑暗料理，但真的很好吃。把鸡蛋这样剪上一个小口，放上调味料，加一点折耳根，在火炉上一烤，一道神奇的美食就此诞生。插上吸管就可以感受它的灵魂美味，喝完蛋液还可以吃烤熟的蛋白。我觉得美食呢，我已经吃了个七七八八，但是这个东西没搞过。拿两个蛋，要给它挖个洞。哎呀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人家鸡蛋为什么是空的？加点酱油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时间证明呢，需要浪费一点点的鸡蛋清，这样它会有空余的位置。视频里边要加折耳根，但是咱没有，我们河北不长这个东西，我们直接放点辣椒面。OK。哎，看起来行哈。哎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个鸡蛋是活的。啊？哎，放葱花。看视频里边这个鸡蛋是没有熟的，是可以吸的。我觉得这个状态呢其实是整好的，理论上来说这个鸡蛋不太啊，但是 我觉得没问题，偶尔呢吃上一两个生鸡蛋呢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哎呀，我这个蛋黄，哎呀，应该呢就是这个状态。我觉得有必要再加点辣椒面。喝一口。可以哎，还挺好喝，因为里边放了酱油，放了那个辣椒面，就有滋有味的，没有鸡蛋的腥味。我吸这么费劲，管坏了。What？ 首先我内心是抵触的，其次这个味道是挺好的，这个谁想出来的？还可以把这个蛋清吃掉，这个创意还是挺好的。Nice。本来呢我想多烤一会儿，烤成那种完全熟的蛋，但没想到它现在变成这个样子。刚才那种半生的状态呢，这是我这辈子都没吃过的，尤其是烤的，味儿还不错，但是呢我个人觉得，包括大多数人觉得还有点纠结。 OK， 这个熟透了的啊，估计现在应该是不错的，但是它蛋黄就蛋黄，蛋清就蛋清，也挺好吃的，味儿都差不多。不哎呦，像这样烤呢也行，但是底部呢已经糊了，蛋黄没啥味儿。这期视频呢好像没怎么翻车啊，因为我觉得还挺好吃，尤其那个还没有熟透的那个鸡蛋，如果是无菌鸡蛋的话心里边会感觉还好点，像这种普通的鸡蛋啊心里边多少会有点忐忑，但是我觉得我吃完一个半个的还是没问题的，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吧，你们说呢？